原来的我的脸比脖子黑了2个色号，而且两颊斑点非常明显。现在对比现在的我，iPhone 前置没有美颜，没有滤镜，没有任何的东西。然后再换一个灯，顶灯，看，它都是一个颜色了，所以就是这个美白的效果非常的惊人。搞清楚黑色素形成的原因，它主要是通过酪氨酸酶，然后催化酪氨酸把它变成痘疤，痘疤变成痘疤醌，痘疤醌演化成为黑色素，然后黑色素呢从你的基底层再反上来，反上来之后也不是很严重啊，那你还可以代谢下去。如果再代谢不下去了，变黑、斑点、变黄那么一个情况。第一个，它的稳定性非常的好，它你的敏感肌也放心用啊，它就是一个这种黄不拉几的水不拉几的一个东西，你涂到你的脸上之后，你数一二三，你的脸就可以把它全部吸收，真的就非常快，3秒全吸。它是德国的一个微整医生，微整医生研发的，然后它放到美国生产，它主要成分就是维生素乙基醚。它为这个东西呢，可以直接进到你的真皮层，它是一个不变色的维生素 C 衍生物，既亲油又亲水，进入真皮层之后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抑制酪氨酸酶，也就是说从源头上阻止你黑色素的生成，同时里面加了烟酰胺。那么如果有没有阻止掉的漏网之鱼黑色素，那烟酰胺也可以让你的黑色素不会从底下，然后反到你的皮肤上面，变成你最后我们看到的黑斑。同时，这里面还加了壬二酸衍生物，可以保持淡斑、抑制油脂的分泌，以及植酸，它也是抑制黑色素的。总体来讲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缺点，缺点就是它会非常严重的搓泥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这个仪器，你一定要用这个仪器打，它可以达到你用手涂抹2倍甚至3倍的效果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仪器的话，我建议你就不要买了，因为你后续如果再叠加底妆的话，搓泥会非常的严重。那推荐一个不搓泥的啊，就是德国一个院线大猛，它就是这个 Doctor Ephos。我这边有一个已经是这个是快用完了，然后这个呢是已经用完的一个美白的精华，就是这个。它的创始人在拜耳公司干了20年，就是做研发的主管，方向就是光老化。那么它呢就是一个美白大猛，所以你用它的时候虽然也可以用这个超声仪器导入，但是不建议你跑完一个程序10分钟这样子，你就用这个棒子在你的手指头，然后把它这个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把它怼到你的皮肤深处就可以。特别是有斑的地方，重点怼一怼，这样的话你既不刺激，又可以达到一个它最大的一个淡斑的一个效果。它里面呢包含的这个广谱的防晒剂，就可以吸收你所有的导致你防老的这个 UVA 的全部都可以吸走，同时加了这个氨甲环酸，它可以抑制酪氨酸酶。刚刚也说过，另外一个产品也可以抑制，它也是从源头上阻止黑色素。同时它里面加了巴斯夫的一个 DHPPA 这么一个专利祛斑的产品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氢醌，它的祛斑效果非常非常有效，同时。它还可以防止你的这个 UVB 对你表皮造成一个损伤，里面也加了烟酰胺，也让你的这个黑色素从底层反不到上面，所以它是一个整个从源头上掐，然后整个从半路上再拦截，然后又可以干掉 UVA，又可以阻止 UVB 的一个非常非常全效的一个产品。那么最后就是一个超级大猛。但是它不能叠加美容仪器使用，还包含的棕榈酰3-3 和棕榈酰4-7，它们俩配合起来可以达到1+1=2的一个效果。后人话就是它是一个信态，给你的纤维母细胞一个信号，说走吧，赶紧去生成胶原蛋白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说一个今年大火的一个成分就是 HPR。HPR 呢，我们都知道就是 A 醇，那你通常要转成 A 醛，再转成 A 酸，你才能发挥作用。但是 HPR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不需要转换，直接跟 N 酸受体结合发挥一个作用。就是比 A 醇更有效率，而且它比 A 醇更稳定、更不刺激。说简单的理解吧，就是给你0.1 A 醇的一个刺激，却给你0.3 A 醇的一个功效，刺激更小，而且还可以控油，然后表皮黑色素都可以淡化，然后还可以预防你的老化、淡斑、预防痤疮。然后这里面还有烟酰胺，烟酰胺的功效我刚说完了，还有一个神经酰胺，它可以就是增加你的皮肤表皮屏障，然后保湿锁水这个样子。那这几款呢，都是你用下来之后，皮肤绝对是可以至少白1个度是可以的。那有斑的地方重点使用，那这个东西呢是稍微这个美容院线大猛药，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建立耐受。如果你一上来觉得有刺激的话，1周用1次到2次，然后后面你根据你的耐受程度，然后再加使用频率。如果后面没有问题的话，可以达到每天都使用。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跟我一起变白，然后暑期见到光，回去惊艳所有人。